不知道前段时间禁足在家的时候，大家在做什么？我一般是做那么几件事：读书、做菜和发福。在来北京之前，我还做了一道酸菜鱼给我的家人，我觉得自己做的又酸又菜又多余，但是我的家人觉得还不错。不管这是不是彩虹屁，总之更早以前，我煮面糊锅炒饭加生。22年来，这段时间里我最集中地进了厨房，学到了一些实用的厨房手艺。比如说你煮外国菜冬阴功汤，你要先把那虾油炒出来，才能为汤底提色增鲜。你煮鸡要先放大葱和姜，大火煮开，飘去血沫。以上的方法我不是从一位餐馆大厨那里掌握的，我从四位餐馆大厨那里掌握了这些方法，他们分别是抖音、微博、快手和小红书，哪一家都没给过我钱，所以一口气列了4家。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开始只是看别人做饭，比如说看李子柒、看王刚，看得多了以后就手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视频比我们想的还要宝藏，它不仅是邻家一道菜的秘诀，它还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家庭乃至餐馆烹饪指南。这些指南包括选料、刀法、料汁的配比等等等等。很多内容的产出者，他们本人就是餐馆的大厨和老板，极具专业度，因此他们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自己的技术，推广自己的品牌。我大胆揣测，还有很多的行业也像美食和烹饪界一样，在采取相同的方式推广着技术。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的技术教育有两大山头，他们分别是新东方烹饪学校和蓝翔技校。因此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美容汽修挖掘机有着同等的地位。我在快手上大胆搜索挖掘机，大家如果用过快手的话就知道，上面一开始会有很多的搞笑段子，但除开搞笑段子之外，我发现有很多人在用挖掘机炫技。炫技的下一步，那就是好为人师。不出所料，你会发现有很多挖掘机动作培训和挖掘机技能培训的账号在上面出现，他们提供了成千上万个类似的视频，这些视频内容很成体系，讲解起来风趣幽默。美容美发和汽修行业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更让我惊讶的是农业技术，你只要搜索农业技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教不了。从海南岛到吐鲁番，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普及着自己相应的农业技术。因此我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结论，技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或说战场已经到了短视频平台上。为什么说它重要？因为不仅有我这样的人需要这些技能去驯服原始的厨房，或者是作为一个驯服厨房的原始人，更多的人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技能，开店、创业、谋生，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通过短视频，很多技能被不分年龄层次、不分受众的分发出去。有幸的是，很多人正好是厨师，正好是挖机驾驶员，正好是有志于此的人，他们跟着内容的导引和流量的推动，一步一步的深入去习得、完善、掌握相应的技能，从此以后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很多人在田间地头、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不自觉地推入了一个高效率的大型技校，他们付出的仅仅是闲暇的时间和一点点流量费用而已。所以当我把视频推广给我的大伯的时候，他很快在自己的餐厅里面挂出了一道新菜，而我的家中则是多了一道美味佳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可以说这道菜我们学到了，但是学到了三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这就是短视频在这个方面有教无类的妙处。短视频与我的外婆则是家庭伦理剧的小天地，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做了很多的家庭伦理短剧和小电视剧的 cut。
推广到了我外婆的手机上，我外婆看得非常高兴，不亦乐乎。这些内容有以下四个特点：一、爱说教；二、写实到没有滤镜；三、结局喜欢反转；四、演技和冲突都十分的浮夸。某一次我陪我的外婆一起观看，内容很简单，是这样的：含辛茹苦的母亲，任劳任怨的小弟，饱受兄长和恶嫂嫂的欺凌，兄长和恶嫂嫂做尽坏事，结局当然大家都能想见，母亲和小弟获得了光明的未来，但兄长和恶嫂嫂则是恶人有恶报。我外婆真的看得非常起劲，80岁的老人家一天看10集也不喘气，比今日说法还要带劲。这样的套路从康熙微服私访记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但是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到了5分钟的短视频这里，它有了更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有人用这样的套路制作烂俗的内容，就有人用这样的套路制作正向的内容。去年吉林四平地区的一个派出所，两位警官用这样的内容拍东北式的幽默小短剧，这样的小短剧在抖音、快手和微博上都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这个事例不禁让我想到中国传统所说的教化一词。何谓教化？教化是说在儒家的理想社会当中，有这样一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灌输意识和养成习惯的可能。而教化当中演剧演出戏剧又是重要的载体，民间戏剧富有张力，粗犷而不失生动，历来有着奖励风俗、劝人向善的作用。今日新瓶装旧酒在短视频这里有了更深入的体现。我们聊了一点土味的内容，现在可以来聊点不太土的内容。短视频之于专业学科知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在前几天出游的时候和我的朋友一起游玩，我的朋友突然和我探讨起了很专业的刑法学知识和刑法专业问题，对于一些案件能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他只是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这让我很惊讶，他为什么进步得如此神速，甚至可以去考法考了？我发现他抱着罗翔老师的，对，罗翔老师，他抱着罗翔老师的视频看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他与罗翔老师的相逢不发生在 B 站上，而发生在抖音上。我打开抖音一看，罗翔老师的视频集已经有了430万的播放量。这启示我，很多人对法律、对这个知识的领域从来没有感冒过，他们只是在闲暇时间和流量池当中的罗翔老师不期而遇，和专业知识来了个对面，就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我是云南人，云南大学有句校训说得很好，惠泽百家，治功天下。我认为他从内外两方面提出了对教育者乃至对整个大学校的一些要求。作为教育者，你首先是肚子里有货的优秀老师，其次你要把这些东西转换出来，对社会产生贡献。面对60个人讲授是贡献，上节目传播是贡献，像罗翔老师这样用短视频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受众也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成功。但我们可以说，这并不是罗翔老师个人的成功，这是罗翔老师背后知识的成功。碎片化的知识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东西，短视频上碎片化的呈现使得我们对很多未知的领域产生了新的兴趣，兴趣又是很好的老师。尽管批评的声音不少，但我认为这对知识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主要谈3点：第一点，它让知识的传播空前的短平快了起来；第二点，它激励的作者产生更好的内容，更频繁地产生更优质的内容；第三点，它能让更好更精的教育辐射到更远更广阔的天地去。当然也谈3点忧虑：第一点，你听过看过转发不等于掌握和理解；第二点，他说的也未必对；第三点，今天是经济知识的时代，万一经济裹挟了知识，可能产出的内容就不甚理想了。但是我认为网络群体受众他们有着相当的判断力和辨别力，他们对内容有着自己心里面的一杆秤。如果你这个主播
或你这个内容产生者掐烂钱，产出不好的内容，他们自然选择用脚投票，到时候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也很难回笼人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如此光明的前景，仍不意味着能把高效和前面所说的绩效搬到短视频平台上去。短视频平台能覆盖的是广度，而不是深度，内化为深度还得靠我们自己。它可以为你呈现一座座知识的高峰，但它不能为你呈现知识的厚重和连绵，因为有限的时间只能承载有限的内容。所以要掌握和理解他们背后的知识，还是需要靠你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掌握了方法，就等于有了工具，学校中的教育结束了，你也能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样的方法和工具要靠基础教育去提供。秀才不出门，能学天下事，可前提很重要，他是一位秀才啊。这也是说，为什么我的标题是短视频改造教育，而不是颠覆了教育。但我仍充满信心，我能看到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载体或一种新兴的介质，它正承载和吸附着知识，带领知识飞向或散播向更远更辽阔的空间去。未来有一天， AI 能够提供短视频更多的支持，在内容的选择和用户的体验上提供更具定制化的优质服务。到那时候起，我们就未必需要站在这里向大家讲述，我们随便找个田间地头都可以开坛授课。因为那个时候，人人在听，时时在看，有教无类，成哉思言。谢谢大家。